希望我们这次能够合作愉快。Yes, I hope so, but I have a question. 既然我们已经是彼此最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了，那 Rose 小姐不妨请讲。It's not very necessary. I just want to know why you choose you are the one at the Valentine's Day thing. 每一个人都曾经年轻过，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或轰轰烈烈或平静如水的故事。每一个人心里总会有那么一个人，在那段充满激情的岁月里，在你左右，他就是你的唯一，生命中的唯一。这就是我即将生活三年的学校，这就是这座城市最好的高中之一，以校风正统、教学质量优异而闻名全省。不过，我至今还很诧异，我究竟是怎么考入这所高中的？我究竟为什么要选择这所高中？我可以吗？大家好，我叫张伟，今年我十七岁，性别男。大家好，我叫一冰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肖玉，我最喜欢 Hello Kitty。直到开学第一天，他上台自我介绍的时候，我才发现生活原来是如此具有戏剧性。在三年里与大家相处，魏一唯一，这是我记住的第一个女生的名字，不是因为她令人深刻，而是独一无二。不，我是说我叫杜峰。就连老天似乎也想捉弄我，他居然真的被安排坐在我前面，这似乎也就是接下来这段充满戏剧性的生活的开始。不肉，喂，你怎么了？又上的看你闷闷的。还说，还不是因为你，上课干嘛无缘无故传纸条啊？啊？这，这什么这啊？就是因为你了。唉。喂，你们搞什么？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学期已过半，这也意味着期中考试就要到了。教室里的每一个人都好像上紧了发条，整日似乎都在学习。哎，你今天怎么感觉怪怪的？有吗？
哪里有？就是很贵。你不是一直在笑？我有吗？非常有。有什么好东西，好兄弟们一起分享嘛。哎，魏姨，哎，快还给我！是又怎样？我借他笔记抄，不可以啊？当然不可以。那个只会学习的怪物，是我们共同敌人啊！不许这么说他。你现在要怎么了？我说错什么了吗？最近发生什么了？你难道每天都不能早一点来自习吗？可是教室里明明就只有你一个人。还狡辩！我已经坐在这里学习一个小时了。你知道每天多学一个小时可以累积多少时间吗？15.2083天。我已经把重点都画好了，把它们都背过。还有，我昨天给你的笔记都背过了吗？我现在就要检查。啊？我知道你不会背。是因为我昨天晚上有特殊情况。什么特殊情况？地震了，你还笑？还是你家房子漏水了？都不是，是因为我昨天和一斌他们一起排练。排练？考试有考这个吗？从明天开始，每天早上6点都要让我在教室里看见你在学习。我为什么要听巫婆的？他以为他是谁呀、啊？好吧，我还是去。我这次考试竟然考了第3名，而魏一当然是第1名了。考试结束后便是文艺汇演，当然像我这样的多才多艺的文艺青年自然也会有属于我的节目。微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，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，靠得再近再贴少了拥抱就算太远，全世界只对你有感觉。哦哦，玩得再疯再野你等一眼。他就有点节奏感。差这一句。我光是猜测我是愚不真，一块儿好，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，
哎，肖月，这么晚了还没回家，给我的。这位同学，你好像站到我的位子了。你的位子？是啊，我的位子。上面有写你名字吗？可是我一直都坐在这里啊。对不起，我这就离开。不过今天我乐意和你分享我的位子。不如我们一起吃饭吧。啊，不用了，我约了一个朋友。太好了，不打扰你了。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呢？因为被人放鸽子了。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好了，看样子你没吃饭吧？我知道学校附近开了一家宫式甜品，我们去尝尝吧。今天一天都没有来，打电话他也不接啊。我也不知道啊。坏了，我今天中午约了魏一一起吃饭的。呀，这都已经三点了。不管了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看来今天晚上我陪你人吃两顿饭了。我今天和他遇到了。他是谁啊？是魏一。哦，他不是天天都会遇见吗？不一样的啊，今天是在外面遇见的。所以呢，我和他说话了。就这点出息啊，和他说的话。
那可是我啊，不对，伟仪，那怎么了？你们，那杜峰，杜峰，杜峰怎么了？我完了完了，太乱了，地球太危险了。哦，不对，太阳系也太危险了，我还是回家吧。卫衣，哎，李谦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卫衣，你能出来一下吗？啊，不是，那个，我就是想问你，明天电视台的直播，你会不会来看我的演出？你为什么要看啊？因为你是我最重要的朋友啊。哦，是啊，我们都是彼此最重要的朋友。所以那你会不会去啊？会啊，当然会啊，我们是朋友嘛。嗯，李天也是 DNA 办的一员吧，我们彼此都是朋友对吧？是，既然你能看，那实在太好了。那我回去了。不，不要回去找他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不管那么多了，你就是不能回去。那你总得给我个理由吧。啊？你说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我要出国了。哦，不是，我想问你，你希不希望我出国？这你出不出国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你就说你想让我出国吗？为什么要这么问？哎，对哈，我们可以一起出国啊。对，一起出国，一起，这样我们就不用怕到时候互相没有人一起监督学习了。好啦，知道了，没事了吧，走吧，拜拜。嗯，拜拜。是的，我就是个傻瓜。很早之前就有人说过，一个人在你心里有多么重要，那么当你看见他和另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便就知道了。第二天的文艺汇演一切顺利，起初我还很紧张，可是当我想起来卫衣也在电视前听我唱歌的时候，我还有什么可以紧张的呢？冷漫没天分，反应够迟钝，不够精神，话挑错颜色，但很矛盾，喜欢你的笨。再心有你安慰又是晴天，靠得再近再贴，少了拥抱就算太远，这世界只对你有感觉。哦哦，玩得再疯再野，你的迷眼我全收敛，马路再宽再远。那一次是我最后一次可以无忧无虑的唱歌了，那一次是我第一次唱歌给他听，也是唯一一次。
也没有见过他，就好像他从未出现在我的生命里一样，但是他却是我生命里的唯一。And then you have never seen her again until now? 是的，我再也没有见过。我想，可能每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唯一，或许是偷偷喜欢的那个人，或许是彼此欣赏的那个人，或许是拥有最纯洁友谊的那个人。无论如何，他都是我们生命中的唯一。对吗？他反应快。是他吗？会是他吗？怎么会是他呢？一边是你让我懂得了友情，李天是你让我懂得了成长，唯一是你让我懂得了爱。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，我都真的好想你。你们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我生命中的想和你见一面，看看你最近改变，不再去说从前，只是寒暄，对你说一句，只是说一句，好久不见。